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有一隻面膜，我想强烈推荐俾你哋。但喺推荐俾你哋之前咧，其实我经理人已经推荐咗俾我啦。因为佢话呢一隻面膜咧，一出街嘅时候咧，好快就已经断晒货，同埋好多 artist 咧，原来都系抢住用佢。点解呢？原来用完佢之后咧，啲皮肤真系可以白一两度，同埋真系可以后生十年噶。咁同埋咧，而家又天气转季啦，我自己嘅皮肤问题咧就都几多嘅喺转季嘅时候，因为好容易敏感啦，跟住有啲红疹咁样啦。因为红疹咧，啲皮肤比较浮嘅时候就好难化妆噶啦，咁所以我真系好需要呢类型嘅急救面膜。呢一只面膜咧就系喺日本攞咗专利嘅驻氧面膜嚟嘅，咁佢里面有分 A 剂同埋 B 剂啦。点解要分开呢？就系要将精华里面有嘅养分保持到最新鲜，喺佢哋两个搅埋一齐嘅时候咧，先至产生呢个化学作用，提取到最多嘅氧气同埋最多嘅营养俾皮肤嘅。所以佢比起出面嗰啲驻氧面膜咧，唔系净系劲一倍咁多，系劲十倍啊！而家用紧嘅呢一只 mask 咧，系会自己形成一个结晶膜啦。呢个膜嘅作用咧系咩呢？就系将所有嘅精华同埋氧气焗翻入去皮肤，等佢自己吸收。嗱，啱嗰个过程里面嘅20分钟咧，所有嘅氧气已经注入晒喺我面里面嘅皮肤里面啦。咁我而家即刻撕俾大家睇下啦。咧覺得咧啲皮膚咧好有信心啊，因為咧所有嗰啲乾啊、唔舒服啊、粒粒突突啊、痕啊，其實喺呢個過程裏面咧已經冇曬，因為覺得咧佢係咁幫我塊面喺度注水啦，同埋喺度鎮靜緊我啲皮膚嘅狀態啊，同埋我 feel 到咧而家咧啲皮膚係已經係冇咁痕，舒服翻曬。一個位咧嗱，我剝咗出嚟啦。是有那個反光的效果，是有那個很滑的感覺。好，等我抹回剩餘的面膜先。我用完這個 mask 真的覺得很神奇和很開心，大家看看我之前泛紅的那些位置，現在基本上整個面的膚色已經均勻了，白了、淺色了、水潤了。然後大家看不看到啊？我不是只是白了那麼簡單，那些雀斑位都可以淡了，還有眼紋那些眼紋都可以細喎，哇！你話幾犀利？哇！我真係覺得呢個面膜超神奇啊！而家大家睇下我頸同埋面嘅膚色，再對比埋我手嘅膚色，係咪好犀利啊？哇！今日咧而家係第五日咋，我用完呢個面膜，即刻過嚟照一照塊鏡。我覺得真的超級神奇啊！因為用完之後個皮膚咧，而家好像是打了水光槍咁樣，反曬光啦，靚立立啦，又充滿水分咁樣。我覺得啲皮膚咧，而家咁樣望落去真的好自然同埋好靚啊！同埋如果我而家唔講，你哋都唔知道我其實係冇搽粉底，因為我真的覺得而家係冇呢一個需要，即尤其是咧，連啲毛孔都咁細嘅時候咧，大家睇唔睇到啊？我真的很喜歡這個咁自然的效果，是直情是連 concealer 那些都沒有擦，我只是擦了潤唇膏，我現在都覺得我的樣子已經可以出得街，同埋都真的已經很均勻啊，啲皮膚好靚啊。咁如果你哋大家都想要呢個皮膚嘅效果咧，快啲去下面留言，因為留言咧仲會可以得到 50% 嘅優惠，去得到呢一個咁正嘅面膜嘅，快啲去下面留言，救命啦！